时隔三年，举办演唱会的宇宙少女将透过线上直播与全世界的粉丝见面。Beyond Live 方面在官方 SNS 表示，宇宙少女将于12日下午5点，透过世界首场在线专用演唱会平台 Beyond Live 直播。宇宙少女将于11日、12日在首尔奥林匹克举办2022宇宙少女演唱会现境。他们将透过 Beyond Live 与无法来到现场的粉丝见面。演唱会现场直播自不必说，还为全世界的粉丝准备了多国语言字幕。宇宙少女说，时隔三年将举办宇宙少女演唱会，虽然大家都想参加，但是不能来现场的人也不要伤心。为了不能来现场的粉丝，会透过 Beyond Live 进行在线流媒体。2016年2月出道的宇宙少女，以华丽的表演一起获得了很高的人气，每次活动都展现新的概念、个性以及独有的世界观。2022宇宙少女演唱会仙境是宇宙少女时隔三年有三个月再次举办的线下演唱会。五月开始售票的同时，门票全部售罄，证明了其超高人气。他们在2日结束播放的 Animate 生存节目《Quantum 2》中，最终获得了冠军。以耀眼的视觉效果和华丽的表演，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预计7月5日回归。爱豆韩社 L 解说最新韩语，欢迎点赞和订阅哦。